花木兰内地定档，各大看点逐一解析。刘亦菲演技竞排榜首，今日已经历经多次改档，由刘亦菲、巩俐、李连杰、甄子丹、郑佩佩等主演的迪士尼电影《花木兰》在确定9月4日在北美等市场以 Disney 加的方式进行上映之后，终于确定将于9月11日登陆内地影院。对于这个消息，相信不少喜欢花木兰、喜欢刘亦菲的网友都感到无比激动。毕竟在档期未定的这段时间里，对于这部电影，对于刘亦菲的质疑比比皆是。对于刘亦菲能够担当迪士尼制作的这部电影中的花木兰一角，其实网友是不无羡慕的。而除了刘亦菲的演技，迪士尼的叙事风格是剧中的一大看点之外，甄子丹、巩俐、李连杰等大牌明星的出演也同样是一大看点。而届时这部电影是好是坏，刘亦菲的演技是褒是贬，只能等亲眼看过之后再进行评定了。